咁可能會我做一啲譬如伸展運動多啲啦，要咁同埋有可能要加啲我哋成日講嘅刑具啦，即係會用一啲工具，可能令到譬如有乳酸積聚跑完步咧，咁可能會咁樣壓佢啊嗰啲，咁變咗其實痛嘅、辛苦嘅，咁同埋都未必 recovery 得咁好嘅。咁但係如果用 Compex 之後咧，即係唔需要話即係咁痛苦，用一啲刑具去。去整自己，令到自己比較痛啦，咁同埋效果會快啲復原。因為我試過係，我譬如我今晚有跑，咁聽朝我又走去跑，咁我變咗我要復原得快啲，我先聽朝可以再去跑。咁我嗰陣時未有 Compex 嘅時候咧，就你第二朝你都會覺得好攰，好即係好容易就已經疲勞。因為那個 recover 不到，但是我試過就係話，咦我今晚跑完，我聽朝又要去跑喎，咁我就即刻嗰晚我就跑完之後，我就用個 Compex 去做，做完之後，咁第二朝我跑係完全覺得，咦好輕鬆可以再做到嗰樣。